加州的吃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i， 今天来带你吃一家在 LA 最夯的一家海南鸡饭，叫做夏惠 ，or 它是比较有名的名字叫 Subway。住在这边很久的人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如果说你们来玩外州来玩就不一定喽。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等着吃饭呢，我们进去带你来看看，或者我帮你吃吃看，到底它好吃在哪里。如果说你要点海南鸡饭的话，最基本的就是两种，一种呢，大部分它都是 dark meat， 就可能就是鸡腿，然后可能有两个鸡，两块鸡肉，或者你可以点一份，就是只比如说是鸡腿那种部分，就会贵一点点，不过它那份也比较大，所以如果说你在跟它 menu 看到的时候呢，差的就是这样子。有没有看到这么好看那个鸡？它特别呢是这家做的特别嫩，味道很棒，重点是沾酱，你用它的，对，其中一个酱就是姜，它这个姜油非常的香，它还有给你一个酱油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小辣的微辣的辣椒酱，那你这样配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是美味，幸福的味道就是这样子。我就是特别爱吃米饭的人，他们这个饭香啊，把那个鸡的高汤放在这个饭里面，这家的饭真的是味道跟其他的真的是有差，特别的香。我也很喜欢呢，就是顺便把它弄一点，怎么说，它的一点姜在饭上，超棒的感觉。每一次来经过，开车经过，永远都是一堆人在外面等着。过来试试看吧。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哦。我们是 Kelly Navi， 那我们在 Facebook、YouTube 还有 YouTube 上面都有哦。